最近我们单位在办一个蛮奇怪的案子。慢慢来，再给你弄破话，别夭折了啊！啊，劫财又是安怎？分局内面咱是无人啦，无需要跟伊盘乱。刑法第328条，强盗罪。我还别有马叙事啊！院长你好，我是杨维仁。那查案犯真的很可恶。当警察如果要偿命，不装傻就得够聪明，你还差得远。我们当警察的，不是应该照法去做吗？我说什么你说什么，你这脑子有什么问题啊？